心最大的山，走，跟生命电视放上去，走，跟生命电视放上去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脑华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昌寺的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袂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这《楞严经》第40集。其实我讲这《楞严经》第2卷，经文安讲：阿难言，若我心性各有所烦，即如来说，妙明圆心，云何无烦？以垂哀悯为我宣说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阿难尊者就对佛来讲啊，讲过孙阿像你佛，讲我这能看能听的这个绿色心性，拢有所规范，规范就是规范的绿定境界啊。安尼。那如来所讲的，讲咱真心是诚实，是妙用无穷、光明清净的本源。这真心是诚，为啥物那无当规范？但愿佛陀啊，垂下慈悲心，爱人。悯念为阮遮个名师开始宣说啊，经文个安尼讲，佛给个阿难，请你见我见证明缘，初见虽非妙境明心。如第2月，非是月影，你应提听。今当是你无所还地。佛陀就甲阿难尊者安尼讲，
你暂且将你现在会当看到我佛的形象，这人间的精灵光明万圣，这个人间的心色是第八而来的色，八色中的根本色啊，第八而来的色，而来的色是蒙色啊，伊呐专蒙色，圣圣地就是台湾境地。讲这颜色就是第八而来的色，透过这颜色哦，嗯，大家当看。虽然这个颜色也不是妙用精神光明的真心实性，就像啥呢？像第二月啦，所谓第二月就是月娘出来，一个圆圆的月娘，啊，你往目睭，啊，你目睭甲挤落。啊，结果迄个目睭吼，看到迄个月的边啊，阁有一个月，迄个做第二月啦，哈、啊，比迄个真月边啊，阁显做第二个月影。但是这个月影是真月的第二个月，唔是迄个水内所现的，不实在的月影。水内现的月是月影，但是你。看到第二个月，那是真月的错觉呀。讲你应当知影，你爱仔细听啦。提停，咱佛经常讲提停，提停，就是你爱注用心注意听哈。即马我会甲你指示。讲予你知影，迄个真心，无可归还的境地啊！拄啊，迄个咱呢必舍身利所言的，拢会当归还。哎，耳孔听声音，迄声音归还迄个源头；目睭看形形色色，迄形形色色甲归还。迄、那个，叫做色境。你往大的心来。啊！你问我讲真心是成哪无所归还？即马拄仔要甲你讲，我讲我甲你讲哈、啊，你要注意听。经文阁安讲，阿难。此大刚等同开同风，日轮升天，即有明耀，中夜乌龟，昏雾灰明，即恐明昏暗。哦，耀，即耀就是唐啊啦，啊。哦，要是徛，徛就是空徛。即可见通，情物之间，即可见用，用就是用晒，有物件定掉呢。分别之处，即可见缘，缘就是缘现六尘啦，啊。去分别升起烟六尘，空性之中，片是缘虚。这缘就是无灵性的。分尘之上，这鱼，这鱼就是回绕的意思啊。以乌波啦，乌波就是迄个
灰尘，满天灰尘，钉子，钉青的子嘞，伊子就是落雨过哦，晴天啦，落雨过哦，鱼缸特别清啊，落雨上遐鱼缸中的杂质灰尘拢洗掉去，所以迄阵很清新，或者记啦，放晴，雾过，晴天的这记哈，记也是吼，定情染粉，染就是遐，粉就是遐。个歹个尘埃、歹个空气哦，拢收敛起来。伫个情形了，着搁看到即个遮清净。即段文个意思就是讲，佛陀都安尼讲啊，阿难啊，一光大光长。迄个是迄阵伫咧国道湾迄大江塘哈，门窗向东边吼，洞开啦，洞开就是开到遮大，呢看到迄个圆轮啊，太阳日光啊，上升天空，迄时阵都有迄个光明照耀。进入江塘，中夜乌月，唔是讲有迄落乌个月亮，就是讲月亮要出来乌暗就对啦。乌月就是乌夜，到半夜迄时吼，乌暗迄时阵无月光，到迄、那个。昏雾遮重，起昏雾，迄阵吼，遮暗，遮乌暗，遮气温昏雾含，星星都看袂到，所以特别乌暗。这时阵江塘吼，都又搁变成遮昏暗。河药，古文字药就是汤啊，河就是门河啦，就是门汤啦，都有迄空间空气啊，可以看到开通，这墙壁、厝的壁，厝的，厝个隔间啊、壁啦、屋宇吼、间隔吼，又变成了拥塞，拥塞就是讲未通啦，遐冻掉的哈。绿尘就是。咱六根所言的六根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色就是目睭所看形形色色，声就是耳孔所听的好声、歹声、人声、狗声，耳孔所鼻的芳臭，嘴所知，知影的甜的、咸的、酸的、辣的，身体摸。摸触知影定个软个轻个重个，意识沿遐慢遐六尘个影像，万法个影像，叫做法尘。讲六尘，分别不同个处所，就看到迄个千差万别，无共。所言的定境，目睭所言的形形色色，耳孔所言的
各款声音，遐平静入定的境界。啊，这虚空呢？虚空虚空的特性是周遍所有的所在，但是伊是无灵性的，所以做完明不灵的虚无啦，毋是讲有灵性、有感觉的。啊，昏暗呢，昏蒙顶雾，都、就是虚空中吼。啊，即马真侪所在拢有迄个。又讲迄个，大陆北京定起个防备线，有当蒙古遐吹过来，吹到台湾来，安尼。啊，马来西亚遐，那人焚烧迄个啥物件？听讲啊，焚迄个蒙雾，迄雾，虚空中的雾，迄污染呢，吹到为新加坡来，啊，这就是遮咧讲的吼。云蒙顶雾的景象，都变成了有叫郁闷。啊，未清了，那灰尘污染吼，雾隔天晴啊，这样子啊。那天晴呢，遐受染遐污染的，遐气氛啊。遐时阵又看到。虚空才清净啊！经文阁安尼讲：阿难，你含看处诸变变化相，五金各幻，本所因处，云何本因？阿难，处处变化，明幻日轮，何以故？无日不明，明因属日，是故幻日。暗幻乌鬼，就是乌暗、乌夜。去啊，通幻何有？晒幻清雾。缘幻分别，缘起幻空，物不幻变，清明幻寂，即诸世间一切所有啊，不出思虑啊。这段文讲佛陀安尼讲啦，讲阿难啊，你都有看过这个各种的变化相状。我即马将遮个吼分做八类啦，哈，分做八类规范，吼你去恢复本来起因的处所，哈。什么是原本的起因呢？阿难啊，这八种变化，光明、规范、太阳、日轮。为什么呢？无太阳，就不会有光明。所以光明的起因，就是属于太阳。所以光明爱甲规范去太阳，你唔通怎印伫你心内哈？啊，黑暗、黑夜规范，迄无怪黑夜。啊，畅通呢？规范迄门户的空空气，啊，阳晒规范迄个墙壁啊，恶污啦，啊，所缘的定境规范分别不同的
的六经，啊，圆明无明的虚空呢，规范迄虚无的，诶，迄个诶虚空呢，恶气灰尘，规范迄定念，定清明朗，规范无记。有后过，有过天晴，安尼世间所有的景象呢，不出这八类啊！啊，所以咱爱知影，怎佛陀就叫你讲，你目睭所看、耳孔所听，拢爱归还于原本的处所，你唔通啊，印伫心内，当那起执着啊！你敢留你清清清清的迄、那个自性的性灵，分别的性灵就好。大品法界经就安尼讲，有福无福啊，性相相助啊，嗯，福地如心，性相国，名为如来。如来就是会当了知迄个真相，证得迄个万法体相啊。金刚经安讲，如来者无所将来，也无所去啊，故名如来。佛陀做如来，就是讲如如不动来。啊，哎，那讲天回心，要往生，讲无来也无去，迄体性骗虚空啦，要搁为倒去，啊，要搁为倒来，啊，无来也无去，遮无所将来，无所去，都是如来啊。法集经啊讲，真如者，名为空，此空不生灭不灭啦，哎。咱讲真如实性，咱一切众生的体性就是真如实性，含佛相共，真正诸如不动啊！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台湾了，看到这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43本。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应归原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大学、逐间会士拢寄去结连。啊，若是在家己事务、私事做人都寄好。到即马，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啊写回来甲我讨。迄阵马来西亚一个林技师，搭来甲我讨百几本，讲伊伫马来西亚设一个国际网站，将我的佛经放互全世界收会到。咱遮若有一点收入，就拢印经送无咧卖，还佫救济急人，佫收几啊歌词，用伫两台电视放放，办一个助学助修班，哎，是一挂有缘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弘法利生。咱遮头前边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地府金光寺由南海菩萨山请来。观世菩萨，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一大灵感，含我家己嘛得到一大灵感。8-9年前，我予人诬告陷害，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，已经判我死脉无罪，伊阁要继续甲上诉。我跪当300吨观世菩萨头前，求观世菩萨来甲我道化解。有一人望见观世菩萨，来我头壳顶甲休甘露水，结果真正无偌久呢。最高法院就将伊迄个上诉甲驳回，讲你到即马提袂出人证物证，也无啥物新的证据，袂使阁上诉。到遮为止，三审定谳，因我清白，这就是观世菩萨甲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品味。
岩古刹新桥方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寺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话拨号码：0044858四，户名：新桥方寺，电话：0763123291。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，观音的慈悲普门品开课通启，日期4月27日起至6月15日止，共8堂课，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，授课老师陈和明老师。因缘难得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。地址：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。报名电话：02-2631-0619，02-2631-0619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，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，敬请亲临分会登记，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，联络电话：06-271-6616，06-271-6616或06-271-6612，06-271-6612。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随是随顺，喜是欢喜，随喜是他人有福有德，不论是谁，不论多少，不论大小，虽然不是自己所做，也能感同身受，心生欢喜，并且跟进学习。随喜也是一种修行法门，特别是用来对治自己的嫉妒心。在《大波涅槃经》中说，于诸众生心生欢喜，是名大喜。因为嫉妒是一般人常见的通病，无上医王佛陀便开立了药方随喜，对于一切众生的善业成就心生欢喜，才是最大的喜乐。除了是恶法的对治力之外，随喜也是身与意的善业，例如看到放生的活动，为了动物免遭亡捕吞杀恶难，也为了放生人等积聚无边圣福而心生欢喜，是意的善业。若是口中称赞，增加放生人的信心，邀集更多人一起参与放生，则是语的善业。如果身体力行实践放生，即为身的善业。因此圆满的随喜，不但能增上他人的善业，制止自己的恶业，同时也能积聚自己的福德资粮，广结无边的善缘。